前面我跟你讲做的很典雅，就是这种不规则的锁链，而且是银色。你在洗涤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可以手洗浸泡，拿起来的时候先用湿纸巾把这边擦干，其他的地方风干挂起来就可以了。它非常的修身，是因为这边有两条线的裁切，后面我们是做全松紧的，所以你看一下这个肚围哦，好，跟这个腰围真的是绰绰有余的。口袋一样有裁切，它是切平的，完全平的，几乎找不到，所以整个非常的修身顺身。论布料、论手感、论触感、论整个质感的话，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，包括它里面的一个内里车缝，真的都非常的赞。我觉得浅色更能看出它的笔挺度，而且呢，我要讲一下它是杏灰色，不用特别的换浅色的内着，因为我说它的面料是有磅数的，然后呢，它整个是顺身的，像我今天穿黑色的内着，完全不用再换什么肤色的内着了。然后裤子的话 SML 都一定可以驾驭，